大家好，我是亚薇，今天又来到了国际服，快杀毒了。我找了辆 SUV 就过去接我的队友，当我到他们的身边时，只见他们骑着一辆没有轮子的摩托车在玩耍，我开车直接撞了上去，让他们快上车，他们根本不理我。直到我看到这一幕，我才知道他们都有高科技装备，他们骑的摩托车不仅可以飞天，还能快速位移。我想遇到他们这一把注定要吃鸡。看着他们还在玩耍，我便不再理他们，我换了辆车就向空投追了过去。空投还没落地，就听见前面的已经有人在交战，我下车用突击步枪向他们开火。虽然枪法不怎么样，但足以把他们吓跑。哎呀，怎么山上有人偷袭我？我快速找到一块石头作为掩体，刚趴下，他就被队友用94狙击枪解决了。我快速的包扎我的伤口，就跑去跟他们集合。现在也只剩下一名敌人，吃鸡也是必然的。就算队友没有高科技，相信他们也打不过我们三个人。国际服高手肉眼，但高科技的也不少。你有遇到过吗？